走。加拿大十二月初发布了备受市民期待的2021年度加拿大住房市场展望。该市场展望预计，2021年的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将持续火热，并且所有类型的房屋价格将会持续上涨。其中，多伦多市场最为典型，房价涨幅或将逼近6%。针对多伦多房市市场展望，推测2021年度多伦多房市将持续受到卖家的青睐，需求增长、供应不足和价格上涨等因素预计会在明年对经济和房价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大家知道2020年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但是在2020年下半年度，活跃在房地产市场的我们依然感受到了多伦多房市的回暖和楼盘的再度火爆。其实众所周知，随着2021年度疫苗的推出和接种，留学生的回潮以及新移民的涌入，2021年度多伦多房价上涨是许多房地产专家以及我们乘风破浪地产扛把子所做出的共同的预测。其实在这种房市的大环境下呢，很多买家会感到焦虑，他们担心如果现在不买房子的话，那可能未来随着房价的上涨需要去支付更多更高昂的费用去购置房产。但其实2021年度房价的上涨或者下跌呢，其实很难单单去凭靠一份这种市场展望去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很多不可抗因素的发生。其实针对真正有意向去买房的群体来说呢，我们本期的约客论坛乘风破浪线上地产频道就带来了2021年度最值得期待的新楼盘的精彩介绍以及分析。大家知道在2020年由于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呢，越来越多的人呢会选择远程工作，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work from home。 正因为如此呢，公寓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在疫情期间的需求量呢是逐渐下降的。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人会担心说很大的群体的一部分人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时候，很多公共设施比如说电梯呀，然后比如说游泳池、健身房等等，都会给疫情传播带来很大的助力。而且还有很多人呢会担心这个共用这种通风管道和空调系统也会有很多这种不安的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很多购房者呢在2021年度会去寻求更大空间、更小密度以及更多绿化的这种房屋类型。然而其实作为买家，相信很大一部分群体呢手上是没有足够的这种现金去支撑他购买正屋或者独立屋的现房的。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如果有持续关注我们线上地产直播频道的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们在以往几期的直播里呢其实都有大篇幅的去介绍我们这种楼花转让和楼花投资的项目。购买房花呢其实是很多有意在房价再次飙升之前去购置正屋或者独立屋这种市民群体最好的一个选择，不光是投资还是自住。因为其实购买房花呢，我们相当于去锁定了他去交房那一年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提前2年到4年去锁定了未来的一个价格。不仅如此，我们房花所要求的首付的这个比例呢更低，而且他付款的时间更加灵活。而且在我们房子交接之前呢其实是没有必要去支付这种贷款的。以上几种原因呢都是我们推荐大家去购买房花的种种因素。那本期乘风破浪第七期就给大家带来了分别处于 Markham、 Aurora、 Vaughan 等热门区域，然后在2021年度即将推出的最热门的楼盘。那究竟每个楼盘的便利程度、他们的居住体验、他们各自的优劣点到底是什么呢？那大家就一起跟随我们的镜头来一探究竟吧。
所以你觉得刚才我的这一段街舞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其实这个也非常兴奋哈，今天，因为呢之前的六期节目，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去介绍楼盘的信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出一趟外勤，其实呢也就是为了可以带大家身临其境，我们最推荐的2021年的黄金楼花们，替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现在这些楼花的施工进度。那么下面呢，我们也一起去一睹为快吧。好的，大家好，那么我们这个已经随着谷歌地图来到了今天的 Evoke Town。 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去到了一个错误的地址，在谷歌地图上搜索的是 Evoke Town， 但是呢却把我们导入了另一个楼盘。大家一定要吸取我们的教训，在去一个楼盘的 site 之前呢，要再三确认真正的地址，以免被误导。去啊，这个真的不容易哈，我们这个几经周折终于这个见到了这个 Evoke Town 的真身。确实啊，这个 Trail 号也是名不虚传，宝藏山是把我们这个 Evoke 给藏起来了，我们也是好不容易去找到了这个 Evoke 的真实住址。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社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环境优美安静，同时呢生活购物又极为便利，各大的这个西人超市商场影院餐厅应有尽有，像这个 Upper Throne Hill Woods 周围拥有这个丰富的购物和餐饮场所，附近还有这个 LA Fitness， 然后还有 Richmond Hill 的这个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以及许多的这种体育馆和竞技场。那么呢公园和这个设施都在车程几分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 Rutherford Place 广场和一个智能中心啊，就距离我们的这个 Evoke Town 不到1公里，周围还有这个很大的像 Shoppers Longos。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Evoke Town 呢坐落在旺市，那么旺市是这两年啊受到持续关注的这个潜力社区，其极具优势的地理位置呢为该区域物业的升值打下了基础。从多伦多 downtown 出发，开车一路向北，30分钟之内即可达到旺市。那么旺市的这个经济发展也非常的快哈，尤其是这个Vaughan Metropolitan Center， 那么市政府投入了几十亿的发展资金呢，这个力图将旺打造成大多伦多地区著名的经济中心。导致呢近两年来很多人来到这个旺市来购房投资，牵引了平均房价每年几个百分点的稳定上涨。那么关注房市和楼花的朋友们都知道，买在地铁沿线旁边以及坐落在好学区的物业是稳定和高回报房产投资的法则。 Evoke Town 啊就非常适合这个在约克大学，然后呢施加堡的这个多伦多大学的施加堡分校 Seneca College 的学生居住，也非常适合在北约克工作的这个上班族居住。大家熟知的列治文山 Richmond Hill 跟这个万景市呢都毗邻旺市，虽然同是这个大多的热门城市，也都坐落在大多地区的北部，距离多伦多市30分钟车程的同一地区，但是呢地铁建设到至今还没有这个旺市建设的成熟。那么市政府刚和省政府签署了建地铁的这个协议阶段，估计还得这个5到10年才能建成，
然而地铁的线路早在2018年就已经延伸到了王室，可见王室在整个 GTA 的地位是非常不容小觑的。那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 Evoque Modern Town，它的这个设计啊，将现代建筑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雕细琢，力求为住户打造心仪的居住环境。 Evoque Town 周边拥有顶尖的教育资源，私立高中 UMCA、 Restree Academy、 Delano Academy 还有 Villanova College 都是不错的私校选择。那么呢， Seneca 跟约克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也是离这个 Evoque Town 非常非常近。那么 Evoque Town 呢，总共有114个单位，首发的一期啊，一开盘就遭到了这个疯抢。那么这个今年2021年呢，就即将开盘 Evoque Town 的第二期，项目分别为单车库以及双车库的户型供你选择，平均面积在1665 square feet 到1966 square feet 间。单车库啊，更是配有私家车道以及后花园。如果你向往大都市中的世外桃源，那么一定要去 Evoque Town 看一下。这个 Evoque Town 被公园和池塘环抱，在鸟语花香中惬意生活。那么呢，想要价目表和户型图的朋友们，请扫码添加微信，不要犹豫。奢华的品质源于精致的工艺，如果想要居住奢华品质的独立屋，却又不想支付高昂贵的房价，那位于 Aurora 的 Allegro 其实就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Allegro 是一个开盘就遭到疯抢的大型奢华别墅社区，一期呢其实已经基本售罄了，然后其实成交价格也都在120万到150万左右，大家可以跟随我们的脚步看一下。整个 Allegro 的社区呢，建设的非常有品质，在我们这个一层的位置呢，都是有这种石头组建而成，而所有的二楼区域呢，也都进行了我们这个贴砖的处理。而在我们面前这两套呢，就是 AuroraAllegro 的两套这个样板房了。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Allegro 呢也将会成为 Aurora 市区最负盛名的这个新住宅区域，它距离我们 Aurora 的 downtown 呢开车在十分钟之内即可到达。整个 Aurora 的市中心呢是一个集购物、餐饮、教育和生活方式为一体的大型市中心。Allegro 呢位于我们 Busters 和 Wellington 的交界处，坐落在 Wellington 的南边，临近高速400和404还有407，驾车只需20分钟就可到达北约克，距离我们的 Aurora GO Train 火车站呢也是咫尺之遥，一个小时之内便可驾车抵达多伦多的市中心。同时 Allegro 呢远离了我们都市的喧嚣，坐落于丛林当中的寂静，既可以享受到小镇生活的恬静，又可以享受到都市生活的便利，非常适合想要度过安静生活而对居住品质又有需求的群众的最佳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 Allegro 的极具奢华而又充满体验感的内部装饰。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 Allegro 的这个社区呢是非常的恬静，也是非常的去适宜人居住的这么一个社区。街道上呢很干净，然后呢所有的这个施工呢也都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其实 Allegro 是很适合说这种大家庭想去买一个比较居住环境大，然后这个居住面积大、使用面积大的这么一个房子。然后我们也是驱车来到了 Allegro 的 downtown。 其实开发商所说的呢，这个 Allegro 是处在我们 Allegro 的这个 downtown 的中心位置啊。其实我们真正体验过之后呢，发现大概是要驱车10分钟左右，并不像开发商所说的那么中心，但是其实也不算是很远。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道路两旁也充斥着很多这种精品小店，然后也是很适宜那种想去逃离我们都市生活，来到一个很安静的小镇生活的这么人去选择的一个地方。此刻呢其实已经是下午的2点钟了，然后我们一行人也是饥肠辘辘，本想去寻觅一些食物，结果发现呢因为疫情的缘故，所有的这个店都已经是关门的状态了。没办法，我们就继续踏上旅程吧。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带大家来到了这个万众瞩目的位于 Markham 黄金地点的 Union Village。 那么呢这个楼盘也是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所这个打造的。是的，那么从这个地点驱车数分钟呢，我们就可以到达这个 Highway 407和这个 Highway 404的这个高速，而且学区也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哈。那么10分钟的步行的距离，我们就可以到达著名的 Unionville 啊 Montessori Private School 以及安省非常有名的这个特鲁德高中，都离这个 Union Village 非常非常的近，举步之遥。没错，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Union Village 的 site 以及这个它售楼处里面的一些精美的设计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Union Village 为了更加融入到已有的社区呢，仔细考虑了创建这个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独立屋或者是这个正屋呢，无论是在设计上或者是在这个风水上啊，都非常的和谐，可为住户提供更加健康更幸福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site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片啊，可以看到这个这边有一棵这个被包围起来的树，那么这个也就是 Minto 开发商的这么的一个著名的 logo 哈，就这棵树呢也是象征着这个幸福，象征着一种很神圣的一种感觉。那么呢我们可以来这个室内看一下这个我们的 showroom。 那么对于我们整个 Union Village 的这个室内设计啊，国际著名的这个风水大师 Paul Wu 呢对这个布局进行了微调。那么吴先生啊，是北美现在该领域的这个顶级专家之一，已亲自批准了所有的计划，以确保符合这个风水的原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哈，像在北美真正讲究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风水的开发商呢，这个还是比较少的哈。那么呢这些精心挑选的空间啊，将帮助居民享受更多的这个和谐与这个幸福的生活，以及总体上更好的生活质量。 Union Village 呢所处的地段极其优越，它不仅仅坐落于我们安大略省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万锦市，而且它还地处于我们万锦市的高档住宅区 Unionville K
该项目呢比邻国际级的高尔夫球场 Anks Glen， 生活娱乐都是极其的方便。该项目驱车只需要10分钟即可到达我们全新的 Anks Glen 的社区中心、大统华超市，还有我们大型的综合购物中心 Markfield Mall。驱车几分钟的时间便可到达我们的404和407高速公路 Universal GO Train 交通枢纽。不管你是开车还是去乘坐我们的火车，只需要40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市中心的这个金融区。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从我们的 Union Village 出发只需要10分钟步行就可以到达很多知名的这个私立小学和初中，并且还有我们安省的驰名高中特鲁多中学。好的，那我们现在驱车前往到了我们最后一个位于 Markham 万景市的 Trinity Town， 这是由著名的知名开发商Treasure Hill 宝藏山呢在万景名校区 McCoven 和16街打造的豪华双车库正屋项目哈。那我们之前这个也做过一篇公众号说这个 Trinity Town 是这个宝藏山里的宝藏屋。那么万景啊，大家也非常熟悉这个城市了，一直以来被誉为是大多地区发展最快的新城市。对对对对，Trinity Town 呢所属地区是万景最热门的一个社区之一，离华人幽静的渔人村非常的近，同时也是著名安省排名第20名的 Bar Oak 高中的学区，也是 Piero Elliott 朱斗高中和这个 Wismer 名牌小学的校区。那么这个入住这个我们的宝藏屋哈，那么呢也就可以直接让孩子去入读这个最优秀的教育学校。除去这个教育资源之外呢，这个生活也非常的便捷，驱车不过10分钟呢就可以达到这个加东最大的这个大统华超市以及正在建设的王府井商业社区，对于我们这个华人来说都是这个非常的便利哈。那么呢或者是进入到最主要的南北向交通要道这个404高速公路，那么南面呢 Highway 7上面也拥有这个众多的这个餐饮店铺以及超市，西南角呢将拥有万景市著名的这个约克大学，临近华人超市 Markham VIP 电影院、高级的食府以及国家公园，基本上是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一应俱全。而且呢这个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开发商啊， Treasure Hill Homes 开发商的这个声誉和实力在安省地区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在这个低层建筑的开发上面，就比如说是 Townhouse 跟 House 有着大量的成功的这个案例和经验。那么它的中心思想和建筑理念啊，一直都是用最优质的材料以及最卓越的工艺来打造最温馨的家。那么 Treasure Hills 在 Terrium 中的这个声誉也是首屈一指的。Treasure Hill 呢，也是在这个 BILD， 那么这个 BILD 就是建筑业和这个土地开发协会，那么也是他们这个协会中的一个优秀成员。前身呢是大多伦多住宅建筑商协会这个 BILD， 但是呢，它过去在这个安省啊建立了。整个大概大大小小总共有36个大型项目，就是我们这个Treasure Hill 的这个开发商。那么截止到目前，该楼盘受到了很多买家的关注啊，其中特别是因为刚才我们介绍过的它良好的社区以及极高的升值潜力，都让该盘成为了自住和投资的优良选择。无论您是这个刚来到加拿大的新移民留学生，还是正在生养孩子的这个新家庭，那么 Trinity Town 的地理位置和居住体验我们都是给出10分的满分。在我们今天行程的重中之重呢，就是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Union Glen。 Union Glen 是2021年度即将推出最激动人心也是最备受瞩目的楼盘之一。毫不夸张的说， Union Glen 将是2021年度最火热的楼盘之一。该项目呢由 GTA 地区的七大建筑商联合打造，它位于 Markham 万景市 Major Mackenzie 和 Canning 的交界处。
该楼盘包含了正屋和独立屋两种不同的类型。因为这个楼盘呢是由我们著名的七大建筑商联合打造的，所以呢强强联手也使该楼盘的品质、升值潜力和居住体验都将不负众望，成为整个 GTA 地区的领头羊。 Union Glen 其实并非只是我们住宅区的开发，它其实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区开发项目。这个项目呢整体规划是涵盖了我们十年左右整个地区的宏大目标。七大开发商开发呢是共同开工建造以及准时交接的保障。整个社区开发也是我们这个 Master Plan 社区近年来十分火热的一个话题。这一整个社区的开发呢也意味着开发商会将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配套设施去做升级。现如今Master Plan 已经成为了房屋升值和保障的代名词。 Union Glen 其实属于我们华人区追捧和熟知的一个住宅区，就是我们的 Univille 渔人村。它也靠近着我们既高端又奢华的 Angus Glen 社区。 Union Glen 这个社区不仅说处于一个富庶之地，风景优美，它周边呢也有非常知名非常豪华的 Angus Glen 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除去我们周边完备的这个设施呢，该项目的交通便利一大看点之一。该项目所处的位置呢交通十分的便利，不仅这个街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交站，而且呢只需几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我们的 Highway 7 404还有我们的407高速公路。通过高速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到达我们多伦多的市中心，然后向上呢可以去到达我们的这个列治文山 Richmond Hill Aurora 和 New Market。 这个交通呢真的是四通八达无可挑剔的。然后在这个我们这个 Union Glen 社区的周边呢，不光有我们这个刚刚提到过的这个很著名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还有我们这个 Angus Glen 图书馆和 Community Center， 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的 Toronto 的一个这个机场，然后还可以去到达我们这个 Markfield Mall， 然后只需要不到十分钟呢我们还可以去到达这个万锦广场，还有我们这个 Costco 大型购物商场。其实如果大家在微信中有这个地产经济微信的，在2020年这个整年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去刷到过我们很多经济去发的这个预热的这个图片，去介绍我们这个 Union Glen。 2021年度呢随着我们 Union Glen 的开盘还有优质的地理位置，无疑都将促成 Union Glen 成为2021年度最火热的楼盘之一。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准备好，因为2021年度此楼盘开盘之后呢必将是万人空巷的去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去联系到我们这个乘风破浪，然后提前了解提前做准备。好，那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浏览一圈之后呢，可以看到其实大开发商所开发的这些独立屋和正屋项目呢，不管是品质还是这个建筑的工程的时间上都是有保障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拔地而起的建筑呢也正在紧张的建设当中。根据我们开头呢其实刚刚提到过的2021年度的这个加拿大房地产的市场展望上也提到说，在2021年呢不管是我们这个独立屋和正屋项目需求量肯定是有所上升，因为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公寓项目会有所安全上的一些担忧。价格呢也一定会上升，因为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因为我们独立屋和正屋需求量的逐渐提升呢，大家就是需要去多注意一下我们房地产这个市场的动态。因为大牌开发商所开发的项目呢不光是品质有保障，而且呢处在更好的地理位置，它也有更大的升值潜力。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等到我们这个心仪的楼盘的项目已经被大家抢购一空的时候才突然反应过来说啊，那我是不是也需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楼盘。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做准备，提前做规划，多去注意和了解市场的动态。
持续关注我们的乘风破浪线上地产频道，去得到最新最全的一手房地产资讯。其实大家应该也有注意到，我们这些知名开发商所开发的这些豪华住宅项目呢，其实已经慢慢去偏离了我们多伦多的市中心位置，像我们北边的这个四市呢，去慢慢做辐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所有火热的这些楼盘项目呢，已经慢慢去扩散到了我们 GTA 的各个区域。其实多年以前呢，不太被关注的这几个区域呢，近几年已经成为了我们开发商所重点关注的这个对象。因为随着我们多伦多市中心的这个用地的紧缺和价格的上升呢，为了去建筑我们更大更豪华更有品质的这个住宅项目，开发商呢已经慢慢把我们的眼光去往北移，已经从我们的 downtown 到了 North York， 然后慢慢又到了 Aurora。 其中呢，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Aurora。 Aurora 一直呢，在我看来很多年前给人家一种很偏远的感觉，大家觉得 Aurora 提起来觉得啊，可能是北边一个小城镇的感觉，但其实它就处于在 Markham 以北20分钟车程的地方，从 Richmond Hill 出发只需要不到20分钟，一路往北开，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抵达 Aurora 的市中心。然而其实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Aurora 的房价是比我们华人所聚集的这个 Richmond Hill 和万锦市便宜非常多。一样的价格，我们可以在 Aurora 买到更大更豪华居住体验更好的房子，而且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社区。所以说 Aurora 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那些想去过一些恬静的生活却要寻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的人。除了 Aurora 呢，其实我们还想重点去提一下我们的 Markham、 Bathurst 和 Kennedy 这一带。因为今天我们所介绍的 Union Village、 Union Glove 和 Tredyton 距离 其实基本上都相差无几，这几个楼盘呢可能开车都是五分钟就能相互到达。所以说这一带呢也是众多开发商在未来所要瞄准的一个区域。其实除了我们今天所介绍重点介绍的这三个楼盘，在这个区域呢还有很多很多，其实很多开发商正在开发或者准备开发的项目。所以看得出来，众多开发商把这个目光聚集在这一区域呢，也解释了说这一区域未来会有更大的升值潜力，也会有更多的需求量，这样呢开发商才有信心把更多的房子去建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不愁卖。而且众多开发商想把这一个区域去打造成一个高端富裕奢华的住宅区，这一点呢对我们众多的这个中国买家来说其实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首先大家知道这个 Union Village 这一片呢是万锦华人较多，居住体验和社区都非常好的一个区域。而且呢大家也知道，万锦一向以这个治安好、发展潜力大和富裕著称，也是被称为北方的这个科技之都啊。所以说在万锦呢去购买一些大牌开发商开发的楼盘项目，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保障而且有投资前景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想传达出一些由衷之意，虽然很多开发商标榜的是说我们处于这个 Aurora 的市中心或者处于这个 Union Village 市中心，但其实它距离市中心来说还是有一段时间的车程，但是这个车程呢都是说在十分钟之内，也是非常便捷非常近的一个地方。但是大家在挑选这个楼盘的时候还是需要擦亮眼睛去看一下真正这个信息的准确程度，因为为了宣传楼盘，可能很多开发商需要夸大其词去给我们这个楼盘去贴很多金，让这个楼盘的价值有所提升。好，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第七期的乘风破浪线上地产频道。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记得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去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好，那我们下期再见。